而且有的一些是运用那个废弃物，好、哦、像那个木材如果不要的话呢，就把它拿来这边。好、哦，那还有里面呢，像那个火车头呢，也是运用那个铁罐，好、哦，还有一些铁片呢，把它打造起来的。如今的气机要要伫遮，无人关心，啊，无人怀念较早的五分啊车。啊、哦，这是我们这个村民对这个五分仔的怀念。那它是嘉北线哦，哈、哦，它是从嘉义起站，好、哦，然后经过板头车站，再到那个北港那个哪？台糖的那个就是总站的，这是早期的火车哈、哦。那这个就是复兴铁桥，好、哦，复兴铁桥。那是火车转来时，带来旅客甲乘机，大家感受是啥物？台湾故乡人情味，来，我你们唱。我跟你说，他看到美女呢，就流口水了啦。哎，徐老公，跟他亲一下。是我们理事长提的啦，哈。哎，都相信我一天的开车的困难。哎，这是他的愿景。但是他说火车是不可能回来，因为而且这五分钟火车是绝对不可能回来的。啊、哦，因为时代在进步，啊、哦、啊，没有回来才有那个神秘感，回来就不稀奇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有什么知道吗？有那个角龙，就是高铁。哎、欸，我们有高铁，等一下回到底餐，你会看到那个角龙出现大线在线了、哦、哈。它那个花呢是用网做的，但是他们的手机要用网做的。两万多个碗呢哦。好哎，两万多个碗，然后呢，再用钻石刀呢剪出花瓣的形状，再把它连上去的。哎，那为什么要碗呢？因为碗有弧度，对不对？哎，又有立体感啊、哦，所以把它用碗来制作哈、哦。还有，你看它的那个塑袋是用什么做的？就用诶酒窖那个酒窖里面的碰。对，用碗。那你看它的那个碗底是扮演什么角色？天上最美的是什么？对，天上最美是星星，啊，人间最美的是温情啊。这个帽你要把它披很不低帽为原则哈、哦，然后你这个就像女孩子在踏坟地上款，就把它当做一张脸。你这个帽子就这样把它很均匀的哈、哦，很均匀的这个底把它打了，让它湿润度够。好、哦，湿润度够哈、哦，原则上湿润度够的话，两手拿起纸张，你就把纸张置上去，放着就不要动了，然后稍压一下。这个动作就是要将你刚刚的墨汁将纸吸住啊，就像在烫衣服一样吹一下，啊、哦，吹一下了以后呢，大概整个轮廓跑出来了，就是做一个修饰动作，利用棱角稍微做一个修饰动作哈、哦，这样就一张纸、嗯啊，然后如果变彩色，像浓缩，看看，比较精美，谢谢。好、哦，所以板草番乡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两个他们都称为村姑啊、农姑啊，其实他是在看护着北港区，守护着复兴铁桥。我们庄里面曾经有一个过人的时候，人家说像这个把它当门神，张贴在自己的大门里面，就是等于我们的守护神。好、哦，你是牛界的妈总，牛界的妈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叫做玉心相惜，不要帮我黑姑啊！哈，转动啊、哦，那靠着这个风的力量，把、哦、我们那个粗糠有没有比较累子的，就从这边筛分出来。那我们人类要吃的比较有扎实感的呢，就从这边筛分出来。好、哦，所以它就是1970年用来筛分稻子跟粗糠的。那有一句俚语在形容它，讲鸟仔卡低嘟嘟，会吃米，啊袂惊路，会奔风，啊袂落雨，就是形容这个风骨车的特色哈、哦。那我们就把它换一块木板或是玻璃，
变成一个小桌子。那你知道吗？这个柴房车在以前哦，哎，除了是那个新娘的嫁妆之外，还有它也是一个维生的器具。好，以前的妈妈为了生活家计，好，就靠着这个柴房车帮人家修补衣服啊，好，换大链啊，好，包括现在的绣鞋哈，都是靠这个柴房车来把它完成的。所以说这个柴房车，它陪阿爸他们走过不少的那个岁月的那个辛酸哈。那这个是点心篮，点心篮，哎，那我吃过的我本来吃几顿。对，吃五顿，好，啊，用这点心篮，这点心，好，或是那个糖水，好，啊，挑去给农夫补充一下体力，安尼哈。遐嘞都爱七多亿，日照卡嘞，说啥物？洗碗池，啊，伫绣网嘞，啊，绣浆剂，哦，啊，你人可以甲咱学到遐，学到池，学到亲家嘞，搞驾驶安尼，对吧？那是以前的年代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媳妇很好命，你们放心。啊、哦，咱脚踏手踏，唔免得走脚，干那过少一个文成脚就好啊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来，家己轻轻，跟恁家己教伊，也嘿，跟恁家己教伊。哎呀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好，到最后全力支。来，这些做好的可以先选哦。谁看谁要滚？来，你一点都要转到滚。来，再一次哦，安尼，今麦莫去，如果不好，再一次也可以的。好，来。不要误会啦。前面那垫垫那个球球的垫了球。你儿子呢？没有。你先自己一百块再给我，我给他垫上来。你再帮我们讲一下，就是你怎么会想说要来参加这个综艺活动，然后来这边之后，现在已经想半天了吧？嗯，今天呢是我们吴凤科带的那个英语夏令营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就带着学员，我们是那个小队服啦，然后我们是带我们的那个营队的队员，然后来这边参观，然后来这边探记一下历史的那个风光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旅游的那个一部，就是一个部分，非常的好玩。然后玩这个陶土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可是我都做不好。秀一下你做的好不好？秀一下你的成果。只有这次做的。哈哈哈哈目前我们在做青年创的这一块里面哈，因为我们也会有两天一夜的哈。哦啊，以后有机会，你们可以找一些其他同学过来办。那希望最后哈、哦，希望大家有空记得常来点菜哦。好，谢谢。好。青年壮游活动的证明，我们请玛丽先来作为代表哈，其他同学我们就回去云凤再领。OK。好，先看这台哦。哎。